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最好的木鱼啊，小铃铛。嘿，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怪物大乱斗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上期咱们两个去末地，你居然抛弃我一个人回到了祖师家。我那不就是狡猾，掉到虚空里面去吗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怪我了。搞得我一个人去挖那个什么哈肯点母矿，然后遇到了，不对，惊醒了沉睡中的泰坦末影人。我的天呐，我没看到，真可惜，咱们好在可结怜呀！尾，我的天呐，咱们在视频结尾的时候，不是说那个要做那个什么，要给小伙伴们看一下那个泰坦泰坦的那个血血傀傀，儡，对，他们还要求咱们再去一趟那个末地啊。他们简直丧心让咱们在末地那边把那个泰坦血傀儡生成出来。病！哎，这个可以有，这个可以有，家里南瓜头找到了吗？他们就是想看热闹，真的是看热闹不嫌事大，想让那个泰坦铁傀儡跟那个泰坦末影人打起来。对啊，我知道，我就知道他们是这种小伙伴。丧心病狂啊！不过我喜欢，走吧，咱们现在再过去一趟吧。踢我！踢我！走走走走你踢走你吧。走走，去吧，屌毛秀！我先去了。好，去冲吧，屌毛秀！啊！啥堆？啥？我这次应该不会。咋的了？这只鸡是什么鬼？什么鸡？为什么会有鸡？一只蓝色的鸡。嘿，这个泰坦嘿，铁，这个泰坦巨人，末影巨人还没生成出来。等等，为什么我血量？为什么我来到末地这边，血量就莫名其妙的少了1/3？我的天哪，为谁什在么打我我？来到末地就会掉下哇，去？他醒来了，醒来了，醒来了！多亏了末影人木鱼在死之前精神分裂了，你积分了？你发生了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我发生莫什名么。其妙，莫名其妙的就被什么东西提着飞上天了，然后莫名其妙的短短短，biu biu biu，啪啪啪啪啪，我就精神分裂死掉了。为什么我每次到末地都会狡猾？为什么你每次到末地都会死回来？神经病可啊，怜的孩子呀！神经病啊，不是，连给我放一个血傀儡的机会都不给，过分我了啊！们还要再过去一趟吗？肯定要来呀、啊！我不我走服了，啊，我不服啊！等一下，速度快点！我这次绝对不能狡猾了，我这次南瓜头，绝南对瓜不头，能南狡瓜头，猾。南瓜头，南瓜头！你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！我已经有我的，也我我我我已经有我的咸鱼意志影响你的脑电波，觉醒你吧，是觉醒了吗？血傀儡！我的天哪！好巨大的大，血傀儡！好大呀！但是他到底能不能跟那个打起来呀？他发出了好多的血人儿。他在打附近的那个怪。对呀，他在打附近的怪。末影龙好像死掉了，末影龙是不是死了？早就已经死掉了，好吧，末影龙。末影哎龙呦，在好这恐些怖！怪面前简直就是不堪一击啊！你这知道看吗？看。泰坦末影人他用眼睛发出了 UX 光线，死！再见。这泰坦巨人好像跟这个泰坦铁血傀儡打不起来，我的天哪，这夏末影珍珠影啊！恐怖，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！我快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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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
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被什么杀了？啊啊啊啊啊！我觉得应该开下和平模式，那个，反正他们两个和平模式不会消失了。嗨。小铃铛的灵魂被末影巨人收割了，但哇哇哦哦哦咿咿呀呼呜啊打啊！我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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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而且我连重生都重生不了了，我的天哪！发生了什么？你那边是炸了吗？雪傀儡泰坦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什么末影巨人，什么鬼？雪傀儡泰坦，直接。在那个末影巨人的面前一个回合都没撑住就 game over 了，
然后我们还是不要过去了吧。然后我这个观众刚准备好瓜子可乐什么的，刚把凳子放在屁股刚坐下都没坐热，就结果末影人就把我的灵魂给收割了，你就死回来了，然后我还卡在那里，我死了，我重生不了，一直点重生，重生不了。你不是在这里吗？可是我现在这边界面是死了，还在那抖。我抖，完了，我觉得客户端要崩掉。哎呀，哎，没有，我坚持的活过来了。我把你打死了，好吧？打死了你才恢复了正常，好吧？我的天哪，可怕呀！我们还是不要去招惹他们了。我觉得我们这是不是加小装备？不是你们这些小伙伴真的是。你们到底是爱我们俩的呢，还是怎么的？你们真的是看热闹不嫌事大，过分了。然后我们两个被揍得不要不要的，揍得鼻青脸肿的。本来我是打算这一期去末地收集那个什么虚空矿的，结果这还能去啊？这游戏根本就没法玩了，好吧？我们可以，他那个虚空矿在那个末地的上面对吗？还是在下面？在上面，在下面好像没看到有。那再见，那我们就不去了。我要不然再过去摸一下，我悄悄摸摸的过去一下下。悄悄摸摸的过去，哇！虚空矿的话，能挖多少就挖多少，咱们试一下吧。哎，我不过去了，再见！我根本都不想过来。发生什么？我炸了！发生什么？我被雷劈了。为什么会有这个什么忠臣哭了？难不成那个要出来了？忠臣僵尸出来了。完了，我感觉有东西要出来，什么东西在砸门？砸我们家的门！哇啊啊啊啊啊！怎么能过来？快！动感官波！飞了一把！动感官波！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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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！哔哔哔哔哔哔哔！什么圣骑士骷髅？我难道最近装的 BBU 太多了，所以导致雷子劈我吗？我感觉有什么东西要出来，有什么泰坦生物要出来。感觉好像也是，可能是发生什么？为什么我感觉这些骷髅头是脑袋上面顶着一个骷髅头面罩？哎，我的武器呢？爆了！我的那个哈什么武器呢？爆了！哎，过分了！能不能让我进山？打死你！别以为你穿个马甲我就打不着你，还要过分了、啊？你是有智商的是吧？我的天哪，这！救救我！我的天哪，这附魔效果有点变态了。我回家了，再见，我睡觉去了，再见。我能告诉你，他们是会砸门的吗？那我们睡一觉不会醒吗？哦，他会把门。哎，我听到砸门声，你不要过来！不要欺负我，这个小的小。这狂热者骷髅怎么皮这么厚啊？这个皇家护卫舰都强行打他一点血啊！啊！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恐怖！再见，祝你好运 ，Good lucky！ 哎呦！什么东西在打我？你看看我，你看看你。还有是洞穴蜘蛛，还好，我还以为那个把他们打死之后就会出现什么泰坦呢？我的天，怎么一下又来这么多啊？真的是好奇怪呀、啊，怎么这一下子来这么多的怪？我的天哪，感觉好恐怖。我感觉要发生什么？我们回家吧。我们好像家里连羊毛也没有。真的，哪里在劈雷？我听到了劈雷声音，砰砰砰的这样响。好多臭不要脸呐！没事，杀了他们，然后得到线，我们可以做两张床，赶紧睡一觉，起来。这里还一只。等一下，我再做一把那个武器，我的武器已经炸掉了。你那边有线吗？哎，也对哦，咱们可以做那个弓。做这个什么哈肯点姆弓，看一下它的效果。哎，不是这样做的吗？我这里有两根线给你。等等，这是不一样的线，钻石线。哦哦哦哦哦，钻石线。
两个钻石多的是，两个钻石合成出来的，什么都不缺，就是不缺钻石，什么都缺，都就是不缺钻石。对啊，还有什么这个矿那个矿，这个矿那个矿，超多的，还有绿宝石这些的。哎，天亮了，来给，我在这边，这可是必备品。然后好像这个什么哈肯点母弓，它是需要另外一种那个，需要另外一种剑士的，普通剑士。是不是这个鸡毛？不是，这我的墓地捡到的。我看一下，好像是需要一颗钻石加上这种剑，一颗钻石加上钻石和加上鸡毛。好漂亮啊！等一下，鸡毛，我记得我背包里面好像有鸡毛。哎，鸡毛哪去了？鸡毛家里应该有的。哎，我记得我背包里面有鸡毛呀，鸡毛哪去了？哎，对啊，我们家的鸡毛哪去了？鸡毛哪去了？可能被我们丢了吧。我看我背包里面一根鸡毛都没了。没有了，被我们弄丢了。完了，这下完了。那这个东西咱们现在就用不了啊。没事，我们可以去找鸡杀掉啊，反正那些鸡都是不是好的鸡，是被感染了的鸡。哎，对，那个战斗鸡，找战斗鸡。对啊。几根？有几根？八根。找了那么久才找到八根。我很好奇它的那个效果是什么，不要忘了剑，32个，分你16个，然后咱们找怪试验一下。嗯，好的，不要随便乱用啊，这材料很珍贵啊。16根剑的话，我直接把时间调到晚上。好，走。不是你瞄谁呢？我没瞄你啊，没瞄你，你看我都舍不得用。刚好那个史莱姆泰坦，你记得它的位置吗？看试一下用这个用这个什么哈哈哈弓，看能不能对那个史莱姆泰坦造成伤害。史莱姆泰坦，我不记得它在哪里了。但是我之前去找那个的时候，你刚找毛的时候不是看到它血条了？对啊，然后后面就找，又不知道，丢哪去了。我看一下。我记得好像就是在沙漠附近。对啊，离得不远，就在附近的。找到了没？还没有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它应该是在一个村庄附近，我记得是在一个村庄附近。我记得好像之前它跟铁傀儡打起来是吗？还是蜘蛛跟铁傀儡打起来了？是这里吗？你不会打到吗？我的天哪，我看到一只巨人僵尸了。来，刚好咱们拿它做实验。好像射不中。射中了，射得中。射中了吗？你射中了吗？哎，射得中。但是对它造成不了伤害。看一下这个哈什么剑？我的天哪，它根本就不让我下来。哎，打中了，要打它胯下。它的效果不高，只有40点、40-50点的伤害。它会召唤这个蠹虫。卡啦卡啦卡卡卡啦，完了，卡啦！哇！好像被我给杀了。没有，他飞天了。右键打他。这个大宝剑还能右键的啊！我的天哪！对啊，右键它是那个群体伤害，他一直在追着我。他把你等顶上天了。两千血，就还2000血。加油！我跑不过。你 TP 我呀，笨蛋！哦，对，哇！这是啥哟？直接右键塔了，右键。哎，他追你去了！我的天哪，这大长腿跑得好快呀！不动不动的跑啊！起来，等一下，保持微笑。你 TP 我？等一下，我 TP 你！哎呦！哎，他又追我来了。还是600点血，200，500点，200点，最后一下交给我来！我的天哪，这铁傀儡一下就被他踹死了。有爆什么东西吗？他爆了一点土豆，什么鬼？一个末影之眼，火药，还有什么？土豆，纸，没有别的东西了吗？
没有了。确定？在周围周围找一下，周围再找一下看。他怎么会抱着这种奇怪的东西？我记得他好像也是泰坦生物模组里面的，只是一个普通的，比较厉害的僵尸。渺小的人类啊！渺小的人类啊！你看后面。你打我干什么？哦，这是你啊，我还以为是。你觉得是谁？你看，我跑得好快，跑得好快。真的跑得好快，飞快的，我都追不上。快来追我呀！快来追我呀！好玩，好玩，好玩，特别好玩！哎呀呀呀呀！别打我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！打你屁股！好了，来来来，咱们先结束这一期吧。嗯，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